你有了，是啊，梁兄，真的知错了，是我鬼迷心窍，提醒了狐狸那个狗奴才的话，不然就凭咱们俩的交情，我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害你呀！求你原谅我，真是狗改不了吃屎！求你看在我们自小相识的交情，放我一把吧，求你了！机会我再给你一次。 下不为例。梁大侠，快请住手！爹，爹救我！救你！你这不孝逆子，胡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，今天就送你去列祖列宗那里去请罪。 爹，别叫我爹！爹，我没用你这种儿子。老爷，老爷三思啊！少爷虽然有罪，可罪不至死啊！他可是老爷胡家的唯一的香火呀！你真的想要胡家从此绝后吗？是啊，是啊，老爷，饶了儿子吧！好吧，胡大爷，饶了爸爸，给机会吧！三思啊！ 梁大侠，我知小儿对你做出不可原谅之事，但是请你看在老夫年事已高，小儿又是胡家唯一香火，请你高抬贵手，饶过他的性命。老夫替小儿给你赔罪了。胡大善，胡大善人的威望，我早已听说过，我梁坤是很佩服的。既然你说出口了，我怎么会不答应？再说，我跟您儿子。 也没什么血海深仇，只希望你回去之后好生管教，别让他再鱼肉百姓，仗势欺人了。谢谢梁大侠宽宏大量，还不快快谢谢大侠！谢谢梁大侠，死罪虽免，活罪难逃。你跟我回家好好闭门思过。少爷，我们走。那老夫先行告辞，改日再登门拜谢。大夫，小儿的伤势怎么样啊？所幸断臂及时，毒性未能流入脉中，只是……只是什么？只是令郎的左臂已废。 恐已无再续可能。谢谢大夫，到前厅领赏钱吧。梁坤，实在是欺人太甚！我胡庆娟不报此仇，誓不罢休。来人！ 老爷，有何吩咐？去找中村以上和绵里人，问问他们杀了梁坤需要多少银两，尽管开口。是。老板，哎，梁大侠，这是我编的竹筐，您瞧货。您的人品和手艺，我还能不放心吗？谢谢老板，慢走啊。 发生什么事了，梁兄弟，救救我！你说，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万古宗的老巢。